师问一下，上礼拜有上网去看的 YouTube 的介绍，这样子我录干嘛呢？不会画的上去看一下，知道吗？啊，搜寻图学天网搜寻不到，啊，好来，这一题，来题目哈，我就不在这边看。啊，你们自己要看哦，记住，它这里是隔20 mm， 啊，可是它过程线要擦拭干净哦。好，来，老师先问同学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如果联考出一个这样子的题目，这里是等角线，啊，这里是等角线啊。来哦，注意看哦，他出一个，比如像这样子，这个面哦，请问你，这个面是几乘几？是2×2，因为它的焦点都在什么？等角线的焦点上面嘛，所以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尺寸，对不对？如果联考出一个像这样子，好。结果，他给你的是像这样子，请问同学，这个是几乘几？这个是几乘几？是不知道，因为它焦点不是在等角的焦点上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不可能出像这样子。所以这一题你来看，有一些点，来注意看啊，有一些点，像这个不是在等角线上，不是在等角线的焦点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里一定找不出它到底是哪一个刻度，可是这里有啊，有没有？这里也没有，这里也没有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它一定有一些规则可以依循，你这个时候就要怎样，把它延伸看看，它会不会在某一些等角线的焦点，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题，你第一个动作要把这个这一条线延伸。所以你看看延伸了之后，你注意看，你看，这里是这个的焦点，你看，这里是这个的焦点，哦，所以我就知道原来是这样子画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一样，我们先把简图画上画起来啊，1、2、3、4。格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啊，三格，好，一样第三角法，前四格这一边，好，所以这里，啊，六格，上四图比较难画，所以老师先从正四图开始画。啊，它这也一样空2公分哦，啊，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啊，所以是5，所以它这里是像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里一，这里一，这里一，画上去，画上去，对不对？啊，啊这里。你可以看哦，这一条线是在等角线上，所以表示它一定在刻度上面，所以我看这里就可以知道它这里宽是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像这一个一样啊，这一条线也在等角线上面，所以我就一样从这里就可以观察它一样往下移，对不对？
所以我这里就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个找出来。不是没有这一条线哦，没有这一条线哦。好，所以这里要把它插电。所以前视图你出来之后好了，好，上视图对上去，好，这一个对上去，好，这里被切掉一个刻度，好，这边被切掉一个刻度，这一个面看得到吗？对不对？这一个面看得到吗？这里是看得到，对不对？这里也看得到吗？而这两个面先把它取出来，对上去，啊，对上去，啊，所以这里对上去，这里对上去，是这两个面，对，啊，这两个面出来之后，来，这里不是虚线往里面延伸吗？啊，所以这里有虚线。啊，好了之后再来，这里有一条线，这里不是有虚线，这里不是有虚线，啊，对上去，对上去，啊，要对好哦，啊，但是你现在是手绘的，可能会有一点误差，啊，好，所以这里上视图大概就已经出来了。对不对？上视图是大概就出来了。好，再来右侧视图。啊，这里20标注一下。啊，这里缺掉一个。啊，这边一样虚线，这边虚线。啊，啊，这里有虚线，这里有虚线。啊，所以这个图大概就出来了。对，所以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漏线啊，这条线啊，这个面，对，啊，这里有扣 ，OK， 这正视图、上视图、右侧视图就出来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老师不要画了，是吧？把它完成，可以吗？等一下把答案填。